咁多位大家好，我是鄭松泰。我自己咧喺2010年開始啦，第一次係我覺得我香港，我喺自己嘅香港呢個地方投下一票係有意思。當時就係阿鬱敏佢哋搞嘅五區公投。我是 Bonix， 我是中院媛，我叫中院媛，可能大家之前很多人不太知道我的中文名。五區公投全民制憲，很需要大家一起去合作，也是因為大家的參與，各位手足的努力，才令到我到現在都還堅持是在香港這裡作戰。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去推動這件香港的民主運動。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即係雨傘革命期間嘅付出咧，係最終係冇一個我自己滿意嘅成果。而我睇到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其中一點，係可以消除我嘅唔甘心。透過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呢個行動，我哋就可以主動出擊，反守為攻。